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赛罗团队，让我们再次欢迎二号贝利亚团队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这是要决斗吗？欢迎大家观看奥特大力士比赛，双方队伍已经到齐。比赛规则：双方每次派出一人与对方进行推石头，石头推过对方白色圆圈，胜利最多的队伍就是今天的冠军大力士。我镜子骑士先来，肯定取得开门红。我雷德王脑子不行，力气绝对不是吹的。雷德王的力气太大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我雷德王吃得多拉得多，力气也多，哈哈哈。第一局贝利亚队伍得一分，我托雷基亚再赢一次，直接2-0拿下比赛。火焰战士在此你休想得逞，加油啊火焰战士，加油啊火焰战士，托雷基亚加油啊，我支持你。火焰战士听到大家热烈的加油声，发挥出了全部实力，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。第二局赛罗队得一分，今天让你们看看黑暗皇帝贝利亚的厉害。我赛罗也不是吃素的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赛罗和贝利亚的实力不分上下，不愧是光之国最强战士。这么多人看着我，贝利亚不能输。给我加油打气的伙伴们，我一。声充满了能量，我的天啊，赛罗突然哪来的那么大力气，我使出全部力气了还是不行啊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比赛结果2-1赛罗队胜利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